要完蛋了，注意一下，太慢，有人发威了。 哦，他们紧急大复活，害我紧急大那个，我又中奖了。 怎么一直中大奖？哈，死了。 哎，最后一站，别再挣扎了。啊！哦，幸好。 因为时间刚好到，时差，时差，幸好时差的关系，其实我们时也没有增加。现在什么武器比较好用呢？哼，就刚好查，因为他要计算一斩的时间，大约是，哎，你怎么退了？我是乔伊涅们。现在什么武器比较好用呢？我只推剑锋魔收一剑，怎么办？ 我只推荐风魔收一件，怎么办？不然你要不要挑战一下百货？看你要不要啊？只不过我不建议百货，因为百货我要等下次。下次鬼血刃完应。 归梦玉也出完了，所以这次应该是国崩了，国崩春雨、雷鸣刀这三把比较有可能，不然就是炼狱、佛珠之类的。
我要等到那个国崩出来就要打了。其实他们刷很快，刷那个阿加流服饰。只不过我认为阿加流那个金钱跟德还有冷箭奖励比较吸引我，在他的衣服嘛，拍谁不吸引我？下次应该继续强化暴击才对。哎，枫叶，你体力才强化这样哦。枫叶，你体力才强化这样。没有技能点的，没有技能点的。你先强化体力，体力强化到最满，然后暴击。或者你要跟我一样啊，奥义攻击五，奥义减伤五，忍术攻击五，忍术减伤五，你这样分配，剩下就分配到没有技能点的啦。哈，我是说你以后这样配啊。哦。然后体力优先，然后第二个是暴击，第三个就是那个什么奥义那个叽里呱啦的那些。我现在只想要刷三个木雕招财猫。你是那个苦求不得齁。对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求不得苦。嗯。那要打鬼吗？枫叶。哎，要打鬼吗？随便你啊。走啊。血烟。血烟还是怪物啊？血烟。哦。你100万 ED 打了没？打过了。哎，你打完了，那还有什么可以打？我看一下。个月没了，应该还没了。还没刷新啊？还有夜叉王啊？夜叉王 ED， 还有，还有夜叉王 ED， 你不要担心。你跑去哪里了？第七域啊。一。还有夜叉王 ED， 你不要担心。我看一下我朋友有没有上。没有，很可惜的是没有。哎，枫叶，那你的哎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没办法揪人去打哦。哎，我想到我们去打那个奇幻。怪奇之塔的奇幻。冰火赤钢蛙镖，哎，枫叶，你打那个奇幻会很那个吗？应该会，上次打过第一关就当掉。对啊，好像每个人在奇幻都会那个吼。我在那个，
偏偏给我在不对的地点。神荡啊！真不愧是神荡，我都整紧急大雷格。好荡的。死吧，哈哈！不愧是神荡啊！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吧，血焰狂野！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，欸，我还在神荡当中欸。超荡的，这是何等的神荡啊！我录影程式再加上这个游，基本上就很当的游戏。我什么都不用猜就很当。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为什么败北？我那个成绩还是 A 啊。我这里也是败北啊，首今日首战是胜利啊，可是第二场狂言就败了。真的何等的神荡，我好佩服啊。这怎么打？给一个银翅去打疯魔小太阳。给我来一个善良的前辈去打刺特种刺族，开花时间到。再给我神荡，我要受不了了。不要过来！你以什么神啊？哈，吃掉。银翅有什么用呢？不知道，拜。哎，请问一下，白银武士，我有胜算吗？虚无生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怪木的哎、欸。
就我可以跟虚无生去打变性环。哈哈哈！奇幻还是百神啊？白趴快让我死了！宝贝，我在疼你。你一开始就是最大奥义怎样？一开始就给我送雷的效果是怎样？还真是百德神挡啊！班长是在做什么？他是在割肉。这里不是那个什么大 boss， 叫什么暴人。对你来说是暴人啊，我是白影哎。我过完，我两次都过完，而且没活打死。开佛最快啊，开佛清场。我一来就是这么多奥义是。再来一个神荡，我要受不了了。耶！我现在体力有434。不合逻辑啊！连续两次一个大 boss。我也两次打 boss 啊，而且还是准死。各位有没有看到紧急神那个啊？不说，连看都不想看的。当到我都不想再打了，因为反正打牌我就知道我稳输了，因为当到死，这是何等的神当啊！魔王丸配上妖刀村镇，然后再来一个，给我一个银翅。这是算了，就故意输吧。我还是打昏魔小太两个，你算什么？拜托，封魔小太阳，等一下你是哪一个版本的？暗夜。他是拿什么武器？封魔，黑暗封魔手里剑吗？暗夜吧，暗夜，封魔小太阳。我要神荡一次了。送死。这个配法太夸张了，我之前阿加流 配那个茶族还是被我轻松秒掉，是因为我没有开录影程式才是轻松秒掉，开录影程式哇嘞神荡。他变成一个石像，算你衰。剩下一点拿来减伤好了。
哎，十等以后那个勾玉要5000哎，好坑我钱啊！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被实现了，来，你是配谁啊？你是谁跟谁？我去打无限之城啊，那个他每次被实现。无限之城？无限模式啊，讲错。好，我们这集就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哦。点取下方的说明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获得最新的讯息哦。拜拜，说拜拜。枫叶，嗯，说拜拜。